大家好，我是 Winnie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今天带大家来参观我一个刚刚挂牌的 listing。 这个 listing 就是 Concord Brentwood 的第三座，一个全新的两房两厕的单位，室内面积就有756尺。这个单位的地址就是13024880 Lowhead Highway， 现在的叫价就是888000。这个单位除了是全新之外，另一个很特别的卖点就是客厅的这些这么大的玻璃趟门可以全部打开的。这个单位亦都有一个很大的环绕式的露台，同埋大家亦都可以欣赏到很漂亮的山景和城市景。现在就带大家来参观一下这个单位先。入门口这里就有个位置可以摆个细鞋柜，又或者可以摆张凳在这里，方便大家出入的时候穿鞋的。再入来这边就有个衣柜和洗衣干衣机位。这个衣柜一道门一打开就会着灯的了。同埋呢個單位咧就係跟 Bomber 嘅洗衣乾衣機，衣櫃對住咧就係呢個單位嘅其中一個洗手間啦。咁呢個洗手間咧就係跟淋浴嘅，淋浴嘅花灑咧亦都可以拎落嚟，同埋咧仲有個位咧可以擺沐浴用品。呢個洗手間嘅鏡後邊咧就做好曬鏡櫃噶啦，有三個咁多。洗手盆下面的这个柜呢也都有个可以拉出来的柜桶，这边拉出来的架呢就可以摆风筒或者是直发器等等的。那我们现在继续出去看啦。再入来呢就是厨房啦，这个厨房呢就是一个 L 型的厨房，这边呢就是有个入场式的雪柜，牌子呢就是 Bosch 的。雪柜隔篱咧就系 Panasonic 微波炉同埋 Bosch 嘅焗炉，微波炉上边咧亦都系做咗个柜嘅，焗炉下边咧亦都有个柜桶，呢边咧就有个储物柜，呢个储物柜咧都几大，同埋都做得几深下嘅，同埋有好多层。下面咧就有个可以拉出嚟嘅架啦，咁方便大家收纳。呢个角落头咧亦都冇嘥位嘅，亦都做咗个柜喺呢度啦。呢边就有 Bosch 嘅抽油烟机，Bosch 嘅四个头明火煮食炉。咁一般嚟讲咧，煮食炉下面嘅呢个柜桶咧都系装饰嚟嘅，咁但系咧呢个发展商咧亦都系冇嘥位啦。这边都做了柜桶，同埋亦都做好晒 organizer 噶啦，同埋仲有个细嘅柜桶。呢个柜桶都是一样的，拉出嚟入边咧仲有个细柜桶。咁下面嘅呢个柜桶咧就系一层个嘅。呢边仲有个 spice rack。Bosch 嘅洗碗机。上层的橱柜咧，亦都系做到上顶噶啦。橱柜底咧就有 LED 灯。厨房的台面咧就系采用 quartz 嘅台面啦。挡板咧就系用咗有云石纹嘅大块瓷砖嘅挡板。同埋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成个厨房嘅墙身咧都系冇呢个插头嘅。咁咧，发展商就好聪明咁样咧，将啲插头咧隐藏喺柜底，咁样望上去咧，成个厨房就会整洁啲同埋美观啲。呢边咧就有两个 open shelving 啦，亦都系有灯嘅，大家可以摆啲装饰喺呢度啦。呢个水龙头咧就可以拉出嚟嘅。星盘下边咧就有两个分类嘅垃圾桶，同埋一个。内置咗可以拉出嚟嘅架，方便大家摆清洁用品。呢
个柜桶咧都系一样啦，拉出嚟咧入边仲有个柜桶仔嘅。厨房对住嘅呢个位咧就系餐台位啦，咁咧可以摆到一张圆台或者系四人嘅餐台。咁厨房隔篱咧就系第一间睡房啦。呢间房嘅大细咧就可以摆到一张 queen size 嘅床嘅，又或者系一张 double 嘅床加两个床头柜。呢边咧就有道趟门啦，可以出到露台。呢间房嘅衣柜咧亦都系做得好靓嘅。咁打开衣柜门咧就会有 LED 灯噶啦，同埋咧做咗三个柜桶。呢边咧亦都系开门咧就会着灯。上面就是挂衫的，下面就做了层板。我们现在出去客厅看看先。这个单位的客厅都挺市正的，还有这个就是 corner 位，两边都是做了落地大玻璃，所以室内就很光猛的。那这个单位就是西北向的，北边就有很漂亮的山景，还有西边就可以见到很漂亮的日落景。咁同埋客廳嘅呢啲窗簾咧，都係可以用遙控開關嘅。咁我而家示範俾大家睇下。同埋頭先片頭咧都同大家講過啦，呢兩邊嘅玻璃咧係可以完全打開嘅。打开晒玻璃出嚟之后咧，就系呢个咁大嘅环绕式露台啦。露台嘅地下咧就系铺瓷砖嘅，咁天花板咧就系有呢啲木纹嘅设计啦，同埋天花板咧就有两盏加热灯嘅，咁有时咧冻起上嚟咧都可以出嚟用个露台啦。最后咧，我哋睇埋主人房啦。主人房嘅门咧就系趟门嚟嘅。咁呢间主人房咧同头先嗰间睡房嘅 size 都系差唔多，都系可以摆到一张 queen size 嘅床啦。又或者是一張 double 的床加兩個床頭櫃，主人房呢邊咧仲有道趟門可以出到露台，同埋主人房的衣櫃咧就同頭先睡房的衣櫃都是一樣啦，都是有燈啦，同埋入邊已經做好曬櫃桶同埋層架噶啦。呢個咧就係主人房的套設啦，咁呢個洗手間咧就做咗三個鏡櫃。呢边嘅呢个柜咧，仲有个可以拉出嚟嘅化妆镜，柜底咧亦都做咗柜底灯噶啦。咁水龙头咧就系高尔嘅牌子啦，星盘咧就系 Kohler 嘅牌子。咁星盘下边嘅呢个柜咧，亦都有个可以拉出嚟嘅柜桶。呢边咧仲有个拉出嚟嘅架啦，可以摆风筒啊，或者系一啲夹头发嘅 flat iron 等等嘅。呢个洗手间咧就系跟浴缸嘅，浴缸呢度咧仲有个位可以俾大家摆沐浴用品。呢个洗手间嘅镜柜咧，同埋洗手盆下边嘅柜嘅设计咧，就同头先个厕所系一模一样嘅。呢个单位嘅管理费咧就系437蚊一个月嘅，同埋成个单位咧都有中央冷暖气。呢边咧就有个智能温度调节器啦，就系可以调节室内嘅温度。呢個單位咧就會跟一個車位同埋一個 locker 嘅，車位咧就係好近 lift 口嘅，基本上咧一出 lift 咧就已經係車位啦，同埋個車位咧就係有 level 2嘅電插頭嘅。而家咧就俾大家睇下呢個屋苑嘅設施同埋周邊嘅環境先。Concord Brentwood 係一個佔地27英畝嘅項目，由12座住宅同埋一個13英畝嘅公園組成。我哋而家发售嘅单位咧就系 Concord Brentwood Hillside East 嘅 C 座，咁 C 座嘅设施咧就会同 D 座一齐 share 嘅，设施包括有游戏室、健身房、Party Room、室内洗车嘅地方、室外休闲区同埋乒乓波台、24小时嘅 Concierge 同埋包裹储藏室。Concord Brentwood 嘅位置咧，讲得上系黄中带正，同埋都几方便嘅。10分钟咧就可以行到去 SkyTrain 站、Amazing Brentwood 购物中心同埋 Solo District。沿住多神揸车2分钟咧就可以去到 Willingdon。揸车去 Costco 咧大概系5分钟，咁上 Highway 咧亦都系5分钟嘅车程。去 BCIT 咧就大概6分钟，10分钟咧就可以去到 Metro Town 噶啦。
我嚟緊將會喺4月6日同埋7日星期六同埋日晏晝嘅2點至4點喺呢度舉行 open house， 歡迎大家到時嚟參觀。如果大家對呢個盤有任何嘅問題，歡迎隨時揾我。今次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見，拜拜。